干啥呢？还吃呢？这好吃就吃呗。你给大漂亮尝尝啊。啥玩意都给他吃啊。这里边有水果，有芒果。那芒果就给大漂亮吃呗。白桃吃不了。你给他尝尝啊，他这白来一回，他来世上啊。这玩意适合他吃吗？哎呀，快给他尝尝吧。大漂亮吃蛋糕。我看见啊。不想给他吃了，小妈妈讲话，不想给他吃。大贝儿啊，大贝儿，你吃吗？蛋糕。那得馋死，谢谢。啊、要不要？要吃吗？吃啊！我寻思你不能吃呢，要吃吗？闻呢？闻呢？生气了，味儿不对。芒果他不吃，是不是？他不吃芒果。你给他尝尝看，他吃不吃？他这生气了，不吃给他生气了。不吃给拿个大葱去。拿啥大葱啊？吃点毛葱得了。对，你吃点毛葱也行，抓点毛葱就够了。来，大妹儿来。抓呀。来，吃毛葱。多抓几个。这吃毛葱我不吃，哪来的胖？不好吃，来吧，给。嗯，生气了，口软。毛葱行，毛葱。哎呀，掉地下了！一整完这蛋糕就跟吃火腿肠似的，吃完火腿肠。来。吃完火腿肠啥都不想吃了。吃。吃毛葱，这味儿可正了，这味儿，造吧。毛葱对身体有好处。我都上手机百度给你查了，啊，要不要了？咋的？今天是没走的事儿啊？打蔫儿的？干啥呀？给。咋的了？咋的了？看。